我是 John。这次呢，我用这个 Michael， 然后操控一下这个无人飞机啊，试试看这个无人飞机的特色。OK， 我现在飞在这个美军基地的上空，然后它可以切换视角，可能就是第一人称的，然后第三人称的，然后看一下它的正面，它正面长这样，像166。忘记它是哪一部电影的那个无人飞机了，不过我们就来试玩一下吧。我先把这个空气等级先把它关掉了，因为我刚刚在测试一些新的东西。这个关掉。OK， 然后我如果飞进去就会受到攻击，所以我先示范一下了。有4颗星。那他的基本，哎呦，这应该是坏人吧 ？OK， 他出现那个锁定是会出现红，橘色三角形，然后我可以锁定它变红色，然后就可以发射飞弹，就把它射下来。那他如果没有锁定中的话，他可以研发子弹。那我先，在哪边？因为车，OK， 我以为这个飞机上有人，所以。这样射击他的时候会直接这样射击，但是他因为他车飞机上面没有人，所以他没办法标注他。然后我觉得有一招蛮屌，是这样，用飞机去撞他，这样撞爆了，就这样爆了啊。OK， 我们再叫一台新的。OK， 他这个锁定哦，他可以把坦克车上面的人干掉了。看红色有没有？然后那个车上人就挂了，然后坦克车就不能开了。他一次可以锁定几只？我看看哦，1、2、3。呀，因为这边太大了，我觉得我应该要在别的地方试好了。OK， 他一次可以干掉三个，然后人就不见了。看看，如果没有瞄准的话，就不太好射击。哦，瞄准之后按飞弹，它可以直接射过去啊。然后它还可以扫描，像这样扫描。那我觉得它这个扫描其实没什么功用，就帅而已，这样扫描，扫描。哦，全部都扫掉了。哦，坦克车对我没有用啊，直接给他撞倒好了，来试试看，飞呀、啊！哇，这好硬哦。然后呢，在前面撞，哇，这样飞过去了。哈，他前面他翻车，再给他飞，哦，没有撞到，给他翻啊翻。OK， 我们飞出去晃一下啊、哦！等一下，这台车撞一下，撞翻，耶、yeah! ！OK， 我们出去晃晃啊，它剩下18%，快爆了！你看看，左边有那个它的血量剩下18%，然后高度，然后速度。OK， 我们先到城市去玩一下。好，我们到了。这次应该会受到很多警察的攻击。OK， 我们随便找一台车，这台车上面有两个人啊。锁定之后，发射飞弹。哦，好多人，好多人。哦，哇，这样子一排的应该有5个人吧？哇、哦！就这样扫掉嘞、欸！哇、哦，车子这样爆了！呼呼！啊，车子爆了，刚好在我上面，所以我也爆了。OK， 我再叫，我可以叫那个杀手，就是无人机杀手，然后他会攻击附近的人，然后我可以叫敌人跟我对打，或是那个无人机队友。再开一个，
看他们的护色、啊哦，他血还蛮厚的。哦耶、yeah, ，爆了爆了爆了，耶、yeah, ！我是你的队友啊。哎哎哎，是队友还是射我？去死吧你！我觉得他还蛮好玩的，你这样就这样射来射去的。哦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车子爆了、哦！哇、哦，你看那黑黑的这一块好大一颗啊！哇、哦，它怎么做的、啊？这飞在天上觉得很小，可是这样掉下来就好大一个、啊。被人家追杀了，我再开一个新的，这次要飞远一点。哦，有巴士哎，撞撞他！飞出去了啊！他掉到海里面去了、啊，太好笑了。哇，这个无人机也超硬的啊！撞撞，哎呦，爆了啦！车子爆了，我再叫一个。好，哎，直升机也撞一下吗？还是飞弹？哎，去哪里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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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、哦，就这样爆了。哎、欸，警车啊，警车撞翻，哇哦，哈哈哈哈，啊，好暴力，那个人烧起来了，我来解救你了，哇，哇，哇，那个人跑过来了，我来用第一人称好了。其实第一人称还看起来好，这是红红的一块。然后，射击嘛，我觉得应该就还好啦。我觉得第三人称比较好用。哇，虽然说第一人称还蛮爽快的。哦，不太好控制哦。哇，超大一颗球的。哦，撞到树了！我们去海边看看，冲啊！来看海边的辣妹。OK， 我们到海边了。这里是，没看到什么人啊，人在哪边啊？我放慢一点，我觉得应该是太快的关系。哦，出现在前面。先把它瞄起来，看可以瞄几个。目前五个、六个，然后七个。哦，几乎都可以瞄起来，基本上有瞄起来都可以射击啊。哈哈，哇！我要爆了，要爆了！哦。哇，它可以多个目标哎！直升机，看直升机爆，嘣！哇，超屌的，下次可以对付钢铁人了。钢铁人应该不是我的对手了。哇，好啦，这个模组介绍到这边啦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